这一组真的太闪了，我不戴墨镜真的没有办法仿下去啦。欢迎醒飞食品冠廷跟可芳打个招呼，也恭喜可芳。哇，我们星光红毯呢，高潮一波接一波，广告过后继续回到第58届星光大道，把墨镜戴起来哦。欢迎入围迷你剧集电视电影男主角奖、迷你剧集电视电影女主角奖的刘冠廷，还有代表最美孕妇孙可芳。究竟这一对求婚成功的醒杯 CP 哦，今晚是不是能够醒杯摘金呢？而你的婚姻不是你的婚姻，醒杯也同时入围了迷你剧集电视电影导演奖、迷你剧集电视电影编剧奖，期待他们今天都能满载而归。接着来看派对区喽。欢迎回到中华电信。没有把墨镜拿掉了，因为他们实在是太美太正了，不看可惜。欢迎醒杯 CP 冠廷跟可芳，还有我们的导演跟编剧，哇，小豆，我想要请问你知道自己有宝宝的第一个心情是什么？就是他说两条线，我说哈。什么意思？哦，不是确诊啊，很开心，对不对？那冠廷，其实像可芳肚子已经蛮大了，就是开始会越来越辛苦，你先给他一个爱的抱抱，给他加油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哎呦，好浪漫哦！但是其实我很好奇，因为一般真实生活中的 CP 不见得在剧中会愿意被配对，你们是因为导演跟编剧所以愿意点头拍这部作品吗？对，没错，完全没错，是不是？有想。徐汉强导演跟拉拉。哇，所以导演跟编剧当初也是锁定这一对醒杯 CP 了吗？嗯，因为我们以前就一起拍片了。这么有缘分，哇！那既然这样子，我们入围了4项，有没有信心全拿？有，是不是？这么重要的问题不能只问我们，我们要问杯。来连线蔡昌燮。对，这个重责大任交给我了，嘿杯。想请问，宝贝会是像全拿吗？哎呦，紧张了，紧张！哇，醒杯，超大醒杯，恭喜！超大醒杯，可芳有大奖哦！赞赞赞，祝福你们醒杯得大奖！来，里面请。就是很开心 ，Hello， 小太阳出道了，非常的开心，对，对啊，但我就是有一种要保护他们的感觉，这样就觉得，对，我觉得他比我紧张哎，对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，有一起定妆，有一起就是搭配这个色系，让看起来比较协调。刚刚有偷偷试走一下，我们有先试一下怎么走，这样对，好，谢谢大家。